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21年的3月2日，星期二。今天下午3点钟去打疫苗，打的是莫德纳，已经打了第一针，填了表，问了健康的情况，然后注射非常快，一秒钟还没反应过来，已经结束了。现在已经回来了，等到可能45天以内，他会再通知打第二针疫苗吧。可能第二针的疫苗可能会有所反应吧，会有一些反应，会有一些感觉。第一针反正是现在是没有感觉。现在外面的温度大概是79、80度，温度还是相对是非常高的，有点温度的。让我们看看这种阳光，看看这种太阳，还是很好。